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秘密瑞德，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怎么可能是黑土呢？哎，那是什么？小哥啦、啊。对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。嗯，那我要怎么来决定这个曲子呢？不然猜拳吗？好，猜拳可以。那么这样吧，我赢了张总小哥，你赢了张总小哥，平手也是张总小哥。好啊，这个可以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决定，张总小哥。